韩国总统尹悦戒严了不到六小时，结果呢不欢而散。哎，你说这韩国啊，它民是民主是主，但是其民其主啊，还是没有学到欧美的精髓。你作为一国之总统，怒发冲冠为红颜，竟然悍然发动政变。估计不少国内的朋友们会有疑问，说这不是戒严吗？咋还成政变了？其实他干的事儿，如果合法不违宪，那也叫戒严。确实。 总统有权发布戒严令，但是一般情况下你得通知国会吧，也就是通知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吧。是紧急情况下你可以不通知，但是关键是现在韩国四平八稳啊，哪来的什么紧急情况？而且所谓的紧急情况，不就是你老婆那张脸、那个包说不清楚吗？不就是人家公检法机关要抓你老婆吗？其实我真的不希望韩国下野的总统们退休一个进去一个，真不希望这样。 我希望韩国的总统们也可以过上平民老百姓儿孙绕膝的生活，就和现在的文在寅似的，招猫逗狗、种菜、打鸟，闲情野趣，怡然自得多好。但是这个尹锡悦是彻底没戏了，他必须得进去，那是因为他悍然发布的戒严令公然违宪，这可是大罪啊！不进去不足以平民愤，不进去那就是司法的不公。今天是六号，啊。 可能今天就开始弹劾了，我估计通过的可能性极大。其实韩国弹劾总统的历史呢并不长，当然了，韩国有总统的时间也不是很长。从第一代总统李承晚到现在第十三代总统尹锡悦，一共才经历了十三位总统。而这些年啊，韩国弹劾过的总统有那么几位，但是真正被弹劾下台的只有一位，那就是我们熟知的朴大姐朴槿惠。 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，韩国总统成了全世界最危险的工作，那真可谓是血雨腥风啊！比如说，韩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晚年客死他乡，死在美国的夏威夷；朴槿惠是唯一一位被弹劾下台的韩国总统，而他的父亲朴正熙，那可是韩国现代化之父的政治强人啊，却被暗杀身亡。 全斗焕和卢泰愚总统，躲得过初一，你躲不过十五。卸任五六年了，还得进去。金永三被儿子坑爹，结果把自己坑了。金大中总统可以说是一生啊两袖清风，这可是一个大好人。但是儿子组团坑爹，结果三个儿子组团进去。韩国总统卢武铉。 啊，这个知道的人不少吧？一个性格刚烈的总统，他曾经被弹劾，差点被弹掉，退休后坠崖自杀身亡。韩国总统李明博，号称“道歉先生”、“道歉总统”，先后七次向国民道歉。朴槿惠呢，不但被弹劾掉，而且还进去了。不过现在他已经出狱了。现在唯一晚节得保的就是文在寅先生。 不过，面对各种调查，其实日子过得也并不舒心。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风水轮流转。今年到尹锡悦家，他进去了是板上钉钉的，一点儿都跑不了。只可惜啊，他本身就是学法律的，他是首尔大学法学院毕业的，当过律师、检察官和韩国检察总长。你说一个靠法律吃饭的人，他咋还能干违宪的事儿呢？ 你咋想的？我都真的弄不明白。OK，就到这儿。我是肥猪满江老李，咱下期再见。拜拜。Bye.